今天从深圳那边过关过来的。从广州过来的。我是从山东聊城。今天刚从广州过来，然后为了看林俊杰演唱会，然后今天晚上7点半，然后看到香港跟以前过来差不多，街上人挺多的。我第一次过来，都说这是购物天堂，我也想过来看看哪里比较便宜啊。这是个铜锣湾，这不是个百货购物基地吗？我过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，然后再考察一下，看有没有一些内陆能做的一些商机啊，也想过来考察考察。主要是过来考察一些相对中端的一些卖场和一些购物的一些地方。今天是我年假就是请了第一天，然后我在深圳那边上班，最近看挺多朋友在工作日，然后他们去申了一个签注，然后现在自助签注机比较方便，不怎么用排队。然后我前几天也去申了一个签注，然后这边直接过来了。上一次来香港的话应该是2019年10月份左右，算起来也快3年了。我觉得和我3年之前的印象差不多，就是到处起码这个区域都是非常繁华，然后人也是摩肩接踵的。之前也看到香港因为这3年疫情，经济是旅游业的经济受到了比较大的挫折，然后现在内地游客和外国游客都那个旅行签证都比较复常了，然后我觉得可能香港还会恢复往日的繁荣，我也希望香港以后能够越来越繁荣，然后越来越好。这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，因为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，由于口罩令啊，还有说就是各种隔离的一些政策，就香港的路上的人没有现在这么多。包括你现在在铜锣湾这里可以看到，就周末的人潮是非常的密的，就完全恢复到疫情前那种水平啊，非常热闹。我觉得这无论是对香港自己本身的经济来讲也好，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促进作用嘛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为我们内地的这些居民的话，就是出游也多了一个选项嘛。